你的年终奖金。好啦，来。什么令的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破台语频道麦。哈哈哈！卡住了，我本来想换个开场的呢。算了吧，讲一样的大家才会记得啊。我是令的破台语频道的台主，马来西亚来段的台湾的。什么令？你是啥？认识都是谁？你就是便便女二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伊已经十六岁啊。十六岁是人类的几岁？八十岁。吼、哦、吼，变阿妈。阿妈是足艰苦，伊嘛是有咧趁钱的。伊打工尔，哪有趁钱？变变吼，今年代班摄影片，佮有伊是主角的企划，佮有一点啊分润吼变变。所以是要算那么清楚就对了。今日就是要来吼变变伊的年终奖金。哦嗯，这回来看变变有偌济年终奖金吼。今年的例会，你有去宠物餐厅翕影片，五月的时阵有翕必修吹的玩具的开箱，然后十月的时阵吼，滚直播的有，但是岛内便便的，然后吼十一月的时阵，我叫便便代班，快乐女儿呼噜噜的代班，然后十一月的时阵，便便破病，嘛是有一个细细的影片，十一月，佮有一个。如何让一只猫很忙的企划，便便嘛是主角。所以今年所有便便参加的企划的总观看就是16000，这观看率比我还高，怎样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不要讲这个，讲了我就伤心了。YouTube 每1000人观看，我这边是差不多5.5美金哎，所以16×1.5就是24。24美金，再加上你的直播，快要揭晓答案，他现在很兴奋。等一下我们讲完啦，所以2000×20你便便的年终奖金就是40美金。哦，这么多哦。嗯，现在台币就是1236块。你的年终奖金？好啦，来，他看不懂啦。要让猫啊感觉到伊的奖金是啥物，所以一定要兑换成罐罐。对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压力的计划，就是用一元印尼赚来的奖金去买罐罐好便便。酷。那后面36吗？我直接加码到40。加年终这么少，加4块钱。你好意思讲？直接加码，直接240。好。好。好，加。等我，这摆就去买。Go。加。那就去买。拿一个篮子。我甲恁骗了哈，嘟嘟啊好，1240块。嗯，有。OK， 这个就是便便家己赚的罐头哦，内底是鱼啊加这个鸡的口味的，喜欢吗？好便。没有反应。便便是 YouTube 内底应该是上老的猫啊咯，是吗？我唔知咧，大家这回祝便便长命百岁啊！多谢大家对便便的支持，一定要欢迎充点击购物，岛内便便，好，便便跟大家一鞠躬，完全不受控诶。好啦，多谢大家支持咯，后盖购物愈来愈多，便便的计划 ，OK， 这个便便奖金发送的特辑就到这咯，后盖继续贴有诶无诶。下骹要穿什么就穿什么，后盖见咯，拜拜。